二月二日，美国天后 Beyonce 在 Instagram 上晒出了一张大肚照，宣布即将和饶舌歌手丈夫 Jay Z 迎来一对双胞胎。照片中 ，Beyonce 戴着头纱跪坐在花丛之中，双手轻抚着隆起的小腹，浓浓的幸福感快要溢出屏幕。她在 Ins 中写道：“我们好高兴同大家分享这份喜悦，而且可能要两份祝福，因为我们家很快就会增加两名成员啦。”谢谢大家的祝福。这是碧昂斯在2008年4月4日与 JZ 结婚，2012年1月7日女儿布鲁艾薇出世，事隔5年再度怀孕，真是可喜可贺。